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带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这个歌本来就是说很多沟通多说也无益嘛，那我觉得大家就去听吧，因为 我觉得我说再多，好，那我们先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好棒哦耶、yeah, 结束收工，就希望他们听的时候尽量的自己去诠释这首歌，然后各说各话、嗯、是，对。那最妙的事情是竟然还衍生出一个展，当然还有很多宣传行程，我知道今天早起啊去那个突袭阿关，对不对、啊、会紧张吗？在做这种宣传的这种突袭不紧张，但是今天就是一坐下来阿关就说那你讲一下这歌在写什么，就突然脑子一片空白，然后说什么很久没有进入宣传，我们第一个通告第一次要讲这个故事，对，然后说更是、okay. 我自己心中没有 re 过这首歌在讲什么，难怪你刚刚很流畅，感谢阿关的暖身哈、哦，就让你在早上先练习过的一遍， 对不对？好，这个展览呢我已经看过了，稍后我们就要带所有看直播的朋友还有媒体一起进场，分成几个展区，有些是欢迎大家来打卡实际的体验，甚至你可能进入画面你就变成清风的那个感觉，但是有一个区域我最觉得有趣，因为你们这次找了一个韩国厉害的摄影师，对不对 Rala Cho 呢在做功课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在网络上骗寻不着清风的特写照，所谓的沙龙照专辑特写的很清楚的很少，然后他就决定要挑战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过去清风有这样子的毛病这个特色对，因为我可能我本身体质的关系有些、哦、又来了，拍出来的脚变阴森了，我先确认你有脚吗？嗯，有，好 OK 对，为什么你有当时拍的时候有人啊，怎么洗出来这个背景，对，没有，所以为什么哈，就是这么多年来是不是不喜欢被特写？不只是不喜欢被特写，我就看到相机就会有点怕，其实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所以对、啊、你没有发现我一直在回避他们的眼神，就是尽量看着你、不好意思，现在是电子媒体，这里相机不多，别紧张，就是对我就是镜头的意思，真的，而且大哥们应该数年来都习惯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说刚开始我不意外，他们一开始还会就是企图就是希望我直接 pose， 说对对对，就是帮我说来点动作，后来他们都已经放弃，就说好了再撑一下，清风加油，再撑一会儿，人都变得非常好，了解，都会知道我快要撑不下去。但是你已经十几年了耶，而且你已经征战各地亚洲各大小舞台，为什么还是会对于特写相片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我包括你自己自拍，自己在家玩，我很少自拍，也不喜欢，对不对？然后那这次怎么拍，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他想要拍你的特写，而且事实上我们待会会看到成果。他提出这个的时候，我就心想，因为我喜欢他的作品嘛，我想说，那既然有这样难得的机会，我就试试看好了。那反正先拍再说嘛，如果真的到时候不行就不要这样。结果蛮好，结果那一天很神奇的是，我站上第一个场景，还没有拍特写、是只是一个背影，但是我面对一个红色的球体，我竟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很奇怪的力量让我很想哭，我背对着所有的工作人员，我很想，所以就整个在那个情绪里面，就是这次的主视觉嘛，有对，然后有一种可以交给他的感觉， okay. 我很难形容那个感觉，就你信任了这个摄影师，对，最后就拍完了，但是我他要求，他也要求进场，就你们两个人对话，对，还是他其实也不在，有没有外面有手？其实我不在，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妈呀，我好害怕啊！你不要闹，我歪掉了啦，但我演哪里都在。好 ，OK， 你高兴就好。好，清风呢，今天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展览，感觉上他喜上眉梢。待会我们会一个一个区域去做一个简单介绍跟拍照的动作。在此刻的背后，我们看到一个大布幔，因为我们马上要进行揭幕的仪式啦。清风，请到手这是一个窗帘的概念，是的，或者升旗台，你随便。会不会有人在洗澡？对，崔老师在里面。好了，我们现在要揭晓了哦。7月5号到9号，台北市文禄信义店的展场《巴别塔庆典概念展》正式揭幕。来，请主角清风为我们拉开序幕。我们会看到一张很特别的摄影作品，而且特别把它弄得像一幅画一样，很有 feel 哎。会有第二轮的平面摄影拍摄，看起来像画，但它其实都没有处理过，它真的拍出来，它是用底片拍的，对，它用那个质感不一样，所以其实会有人怀疑说，哎，是不是我们输出没输出好？没有，它本来就有这些粒子在上面，故意的，对，有一些漂浮感， okay. 或是颜色的一个对比，他很喜欢用这种颜色系，就颜色强烈的这样子。然后这是你的背影，对，哦，那其实随便找个路人拍就好了，你确定有去替身也对？那这两位是，其实这也是我、看不出来吗？哦，尤其是这个，哇，好棉被啊。背很漂亮哎，我保养了一个多月，才有这样的成果。好了，好，比做音乐还认真，没有要跟你聊磨砂。好了。
好认真聊这一题哦。我叫你讲相片，你两句话讲完，讲谋杀你讲，这不是重点，这是他们的所谓的演员呐 啊，就是来担任客串。没有，这是我，而且我很用感情，你看我还有。好，你继续换这一套出来，我还有第一次讲，没有发现你、啊、真的耶，超像的，好，超棒的。好了，陪你玩一下 ，OK。待会呢，我们要去其他的展间了。现在呢，我们会先移动到第二区域，然后请工作人员引导。作品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背影，这是你继续拍的第一卡。对，这是我拍的第一个场景。然后其实他那时候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但他跟我说你就表达你自己的情绪。是。然后说背影要表达情绪，然后他就说你可以试图用你的手。所以其实我有一点点就是握拳。有一点点那样抓着，哦，了解了解，这一次真的有用感情，不像刚刚那个角色这边乱讲。好吧，我们真的要认真解释一下，对，这个很有 feel， 因为我们叫沉默去静嘛，它不只是没有语言，它甚至是背影看不到嘴型，对，非常的沉默，可是好像又似有若无的在表达什么。但你在拍摄的时候，当时有拍很久吗？还是其实几跨就结束？以你的专业，其实蛮快的，比较多的是那个 Ra 老师，他对。比如说影子柱体跟球体的位置，所以它其实有画了很多线的位置，跟我人的位置，在我头的那一个地方。是是。然后他心中的这个球体是，其实是我们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看着地球的概念。了解，所以这是一个远眺地球的画面。那当然一样也是用底片拍，然后呢，老师有他自己的风格很强烈。这个展场呢，除了来看之外，我们希望有很多的互动，所以很抱歉各位可能要稍微移动一点的。对吗？站下来就对了。OK， 好。这就是一张很有意境的，对，就各位网美，你们要拍的时候可以学我一样抓你的裤管、yeah. 感受那个情绪，对，左手的裤管抓一下，好，对，不小心就把自己捏黑青了。重点是有话不好说，只能捏着自己的大腿，对，好的，的三个色系，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是蓝色的区域，对，然后用云朵的感觉，对、哦、其实因为他本来拍的照片是他希望营造一种我自己跟自己对话，但是又好像没有想要讲话的感觉，所以在蓝色区域，他其实希望我是一左一右跟一上一下的。这个待会会看到，对，待会会看到，待会会有蓝色的房间。所以这一次就用一个漂浮的概念来实现这个区域。没错，云朵是漂浮在空中的，那也有一种轻飘飘疗愈的 feel。好，那现在请你入座喽，因为这里也有一个可以互动的装置，我们特别做了一个透明的椅子，所以呢，各位在视觉上啊、哦，各位看直播的朋友，你们来现场呢也可以感受一下。透过镜头或者拍照，感觉你好像就是坐在云上面的概念啊！我们请清风呢来演绎一下这个感觉，谢谢清风老师啊！今天你不但是主角，也是模特儿，也是王美 ，OK， 好，谢谢。特别拿出来讲，所有的歌迷啊、粉丝啊，都会觉得很刺激的，大特写清风，好大特哦！清风，你还怕？你都已经丑媳妇要见公婆了，快点看一下，看一下。他们每次都说叫我选，因为其实不止这几张照。然后叫我选，我说哎，你们选就好。每一次不只是拍那种特写，就是拍那种，比如说平面的照片啊，宣传照什么。对对对，摄影师都会说，哎，那你要自己看，要不看不看，我就跑掉。真的、啊，你连去 check monitor 可能都不愿意、啊。对，他们自己 check。OK， 好，音乐人有自己的这个习惯啊，你把所有的感情放在音乐了。可是你这六张我们最喜欢的一张，比如说哪个？因为它还是有点差异。那为什么看到他们就很想看到他们？他们就是你啊。不是，你还是有不一样嘛？你看，有最喜欢了、啊、这张吧，那模糊的，或是被挡住的，你好烦啊！最喜欢很艺术好，害羞的清风老师还是喜欢模糊一点，还有遮住一只眼睛的是吧？对对对。啊、哦，其实这里张有真的好大，那真的是一大特写到一个程度，或是闭眼睛的。好，清风呢，为了这次巴别塔庆典概念展，跨出了自己人生的新境界，恭喜你！真的很近哦，拍摄什么？他不是用长镜头调吗？不是，他就真的近距离。对。我到这里，而且这一卡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数位的模拟，所以完全不知道他拍的什么。因为是底片嘛，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在做什么。了解，没有。但他要我穿透他，穿透他的镜头。你们在笑，因为我是七月半的孩子。穿透他的镜头，七月半我会穿透你们，穿透他的镜头，然后只有摄影师知道他正在做什么。最后洗出来的他的六张，好，谢谢清风，谢谢。好，接下来要作画，那也是属于蓝色系列的作品。我们又来到了漂浮之境哈。那请问一下这张照片，清风有什么要补充的？就是拍这种照片的时候，就是我最自在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看镜头，也不用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这样对。但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后面的背景啊，其实是摄影师当场自己刷油漆的。他还接油漆工啊？一开始他先刷好了那个红色的，然后他就说请我们等一下，然后我们就往里面一看，发现他自己就正在刷那个蓝色这样。真的啊？对，哇塞，这个预算很少哈、哦。对，因为那个摄影师他本身是艺术家，他有很多绘画的功夫，就在如此，他也会画画，他对于颜料的运用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对，对不对？蓝色也有不同层次的啦。对啊。哦 ，OK， 这个作品相对来讲，我想轻松拍起来是自在，而且的也很享受，因为这是。没有看镜头的状态，对，好，甚至给小咪一会儿，最好是别用那么懒，经过鼻子 ，OK， 然后呢也是不也非常特写，所以很舒服，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移动来慢慢清空的状况，那接下来也很好玩，请清空先简单解释一下。拍这一个部分的时候，他要我想的是我在烦恼的样子，烦恼的情绪哈、哦，烦恼的 OK， 所以你当时在想什么呢？像一些当时在烦恼的事情，举例呢？没办法跟他举，不好说。对对对，好了好了，那烦恼解决了吗？烦恼那个歌到底混完了没？你知道吗？已经在拍照的歌呢，打算呢？那你最好是想这些。okay, 好了，所以英国可能这是你自己的这个小宇宙了。好，对对好，那这个沉默之境呢？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来现场来庆功。你看这个回到现场，当然你拍的时候那个是合成的啦。没有没有没有，我当时真的被倒吊起来了。那现在我们也来啊，来啊！想最好是鬼才信的，谁敢虐待你？好吧，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把现场弄成两个椅子，所以观众朋友可以坐在下面的椅子。来，清风请您示范。如果他们要坐在上面的椅子，我也是不反对。OK， 我也蛮期待的。大家如果可以试试看的话，是有清功，但是我很好奇耶，因为在上面里面的清功是两个嘛，但这个清功的上面是一本书，你要不要我们解释一下？对，我们就因为真的也没有人可以真的坐上去嘛，所以我们就选了一本我最喜欢的书《白莲姑集》放在上面。那其实《白莲姑集》里面的故事也是一个历时百年的家族的故事，他们也是充满了很多语言的谬误跟很多沟通上面的措施，所以跟这首歌的概念是很相符的。是的，好，所以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场景。这里有两张椅子，跟相片里面一样，在上面摆了一本清风的书。好，谢谢大家的拍摄。好，我们准备往下面准备的高台，大家让平方姐可以进去看。好，解释一下，这是一个苹果，但中空，对不对？对，里面其实有一个录音的机器，然后我们可以把头呢，就是放进去，然后当作是你自己跟自己对话的一个私密空间。是，但其实讲是这样讲，我们都会录下来。所以你讲什么，你如果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的话，就可以告诉我。哦，声音收集器。对，但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录下来的那些声音，就是大家可以提供我们使用，然后之后我想要把它放进我的其他音乐里面。哎，有意思，有意思，像取材一样，对对对，田野调查 ，OK。所以不要乱讲话。讲一些什么 dirty word 我们都会放进去的，这个不要闹了。好，反正这是一个声音收集器，用一个苹果，然后你可以进去讲所有要对庆丰讲的话，它也许会放在音乐作品里。对，它也不如果你想表达的不是语言也可以，我觉得可能是声音或者是一些你想象中的声响。我就欢迎大家发挥创意，比如进去放个屁啊，擤个鼻涕，可以啊，对不对？学习屁，进去放屁啊，不好意思，踢错人，可以放屁，来，快点进去可以吗？你示范一下哈，怎么玩呢？就是这样子，爬到这颗苹果，谢谢，来，我们摆设一下，好，我们搭走了 ，OK， 拜，刘汉，再见，拜，好，有听到我回音吗？有，红色的场景拍摄纪录片，蓝色场景拍摄纪录片，还有呢，就摄影师跟金工沟通的黑白纪录片，对不对？很好，所以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吹吹冷气，因为夏天很热的哈。然后呢，同时知道他们工作的画面，对，好，那我建议大家也都很没有耐心，对，音乐不会太长，太好了，音频没有了，因为怕歌迷太多，都流泪。美术馆的纪录片都长到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很多录像影片都太久，所以很贴心，短短的时间，但是知道金工在做什么。但你跟这位韩国的摄影艺术家沟通的时候是顺利的吗？所以我看到好像不太需要真正的沟通，没有什么语言沟通。对，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已经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出乎意料。是是，我跟他做了很多功课，他甚至有画那个分镜表。对，那些的分镜表都是他自己用画的。是，一般的摄影师可能会找一些 reference， 对，但他就是自己画。非常专业的艺术家哈，所以这里是一个空间，可以看三部短短的纪录片。谢谢大家，最后一区我们要去落款了 ，Let's go。关啊，或者是难题呢？顺吗？写的时候
顺吧，我写歌词如果不顺，我就不写，就写一下，就先摆着。OK OK， 然后你把它全部写出来了，有很多这个 keyword， 比如说胡言乱语才是正常的事情。我要沟通无效。好，沟通无效。OK。哦，其实是啦，现在大家活在世界好像都会面对这样的感慨。对哦，特别好，谢谢清风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但是好像还有一些别的字串是吗？对，有一些字是我对于这首歌的解释，然后它其实完整版都在这里，但就是公司就希望我用手写的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就是写了从日落写到日出这样子，因为它是蛮长的，写了很久，因为我本来就是废话比较多的。没有，你是就是希望多跟大家沟通。那我也只会用文字跟大家沟通，我不太会用这样讲。好，你是一个很棒的文字创作者，所以完整的这个解释啊，就在这个地方把它印出来，但是还是请清风手写的一些字，把它变成另外一个展区。对，你喜欢这个空间的感觉吗？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符合，就是接下来要到达七月半又来，就是你被言语跟文字围绕着，可能在里面。即便有一点点恐怖感，我觉得都是正确的。是是是是，对，有的时候言语霸凌就是一种恐惧啊，那种恐怖不太一样。好，谢谢清风老师，来，我们要准备落款了啊、为今天的节目呢做一个 ending， 也欢迎大家从今天傍晚起来参观，免费的哦。在哪？现在是一般写完信不都在这人吗？还是你要先来正中间？你要不要换个位置？能不能站大家比较好看？可以吗？这样好不好？好，各位朋友，巴别塔庆典，就这样小小的这样子就好了。好，这一次不能重来了哈。巴别塔庆典概念展正式开幕，到九号，从12点到8点，在文物工作站的展场，在五楼。好，写个日期，7月5号。谢谢，来，谢谢清风，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的直播。